咁就俾只龙珠啊，咪今日又嚟抽个新家啦，抽个新家，咁又系悟空啊，跟住今次系夹呢个魔童啊，阿比克叔叔啊，咪出翻佢最早期啊，嗰阵时武道会两个喺度只抽嗰阵时啊，即系比杀人篇再早期啲啊，跟住打完呢个武道会，跟住就杀人篇，跟住菲律宾啊，又做人嘅。总之是最早期那段劇情啦，咁都即系睇佢都真系出到冇嘢好出啦，出到冇嘢好出啦，又开始翻炒啦，唔知之后又会唔会出翻出翻杀人篇啦？但杀人篇之前就已经出咗两张 L R 炉啊，交王拳懵同达哥加力克炮啊，两张对波啊，经典对决啊，已经有 L R 炉啊。咁依家都好难捉摸佢嗰个顺序，可能都系咧，即系应该都系唔跟顺序去出噶啦，谂到啲咩就出咩咁样，因为其实你基本上所有啲人气嘅嗰啲篇章都已经出晒，人气场景都出晒咁滞，即系出到冇嘢好出，只能够不停咁样翻炒，就系、是、永远唔肯出嗰张小粉红 L R 路啊，唔知点解，咁其实就。即系今次就唔系想抽张新卡嘅，我系想抽翻张比克，因为佢今次佢复刻翻张剧场版嗰张，嗰张橙比克啊，橙魔童啊，点解要抽？因为劲咯，就系咁简单，一个字劲啊，依家都仲系好卵劲，跟住呢边就夹翻张唔犯啊，系啦，野兽唔犯，咁啊，唔知点解野兽唔犯就唔跟阿悟空啦，摆响阿比克呢边啊，比克部机边啊，果然呢边先系真父子啊，唔跟个老豆啊，跟个真正个老豆啊，咁抽呢个啦，有优惠啊，咁抽转优惠睇咩环境先啦，最近都储翻五百粒石，系咯，打算啊抽两转啊，算啦，唔抽太多啊。中到算中唔到把就始终今次啲卡池入面啲角色都唔係话特别感兴趣將比克纯粹係因为佢劲所以先至睇下博唔博得返咁啱佢係有復刻㗎嘛嘩正上次我屙煙張红神屙煙咗差唔多好似成千粒石咁滞都仲唔撚到即系今次点都俾翻张唔系大奖都易奖我啦，系咪先？上次嗰度成千粒石咁就化掉晒，唉，好提啦，提起伤心。哇靠！易奖天津饭，仲有。达哥彩咗啦，冇乜用。睇下先，呢张系咩啊？四身拳哦，分身。睇下先，系啦，二掌四妖拳啊，应该都唔差吧？攻防100，必可发动三次最佳攻击，高几率爆必。爆必攻防再加100，每次爆必回合攻防再加 44%， 一个敌人就高几率被攻击，百分必杀技。一回合加攻防超特大中几率稳，即系唔算特别劲咯。感觉上都系系咯，即系二掌水平咯，系啊，二掌水平。一个特别组合都冇，今次好似仲衰过上次啲运气喎，阴公真系，有爆玻璃啊，应该有封面，兔女郎，兔女郎我记得好似系有封面。兔女郎同底裤好似都系，来吧，尾巴光头，别哭咯，魔童，唔使要大奖，要魔童救啦，哎呀，
小粉红，啱啱先话完你，呢张我有啦。嗰阵时想抽超三，点知中 Q 过佢。虽然后屘都中翻张超三，当开路啦，当开路。免费，比克唔犯，比克唔犯话时话系咪特别组合啊？唔好记得添，又好似唔系。我又饱啦，饱嘢。哎呀，又有封面啦，又有封面啦。橙杯橙杯，唔使大奖啊，要张。哎呀，啲古拉古拉都劲嘅，但系又系天津发，已经 N 年前嘅异象，好似都彩星咗。古拉，如果系新嗰张就好啦，如果古拉。抽多转啦，抽多转，抽多转循环转，抽多转优惠应该话。哇，今次一次合体都冇啊！上次狂合体，虽然上次狂合体都中唔到张红神，加速加速加速。阴公呢张系咪嗰张费塔 set 嗰张嚟噶？啊又唔系喎，系啊费塔 set 啊顶，靠费塔 set， 系啲 N 年前嘅仓库卡啦，已经系冇乜用。诶、哇全王！哎呀，但我想要橙比喎，但你全王即系中悟空喎，咁啫。即系佢系大奖啊嘛，哇！再加一张思路，呢张有啦，但系开路咯。咁我情愿中上次张红神咯，想要红神多啲。唉、隻 game 就系咁啊！你想要嗰啲咧，跟住你唔想要嗰啲就啊，即系你唔系特别想要嗰啲，佢就会俾你俾你啊！呢个系啊，读心系统，意外收获咯，只能够当，但系唔系特别 happy 啊！未试过中一张新卡系。个感情系咁冇波动，同埋佢今次呢个又系国际版提早出咗呢个新系统，正常系因为日版已经过咗八周年啊嘛，出咗两张元气弹，跟住又系多咗个新嘅技能啊预备，系啦，呢个算系新系统咯，咁依家国际版就同步出啊嘛，系嘛，系啦。咁咪同步出啦，应该系同步出啦。咁啊，提早系变咗咁样嚟出咗，正常应该系八周年出先啊呢、這个系统。啊，唉，同埋玩咁耐，好似系第二次出全王，即系玩咗七年几，差唔多八年，第二次出全王。哎，拿来，拿来，快点！啊！如果是超男好啊，超男就即系 L R 咁，即系一定是中比克啊，系咯，可惜。上次拳王好似，哎呀，点好意思啊？真系，哎呀，哇，又一个光头，啊，光头再光头，一系唔出，一出啊，三年光头，我靠！光头啊，光头光头啊，跟住又光头啊，系啦啊，跟住再光头啊，凹光头 ，SS 凹光头 ，LR 光头啊。其实我头先系想讲，
即系玩咗七年几，净系见过两次拳王。有一次系七周年嗰阵时候中了嗰个双超四，但系嗰阵时录片嗰度出咗啲问题，所以录唔到。当我 check 到个问题嗰阵时候，即系已经系抽完了，所以 pass 咗。啊，今次系第二次出拳王啊，终于今次应该冇问题啊，条片应该冇问题。啊，终于录到个拳王啊，七年几啊，啊七年几终于俾我见到，然后录到。啊、玩七年几啫，你想象下个机率有几咁低啊？虽然唔知个拳王系几时先加入去啦，我谂应该都计翻拳王，即系龙珠超，应该起码都系五周年嗰阵时先加上去咁上下，应该四周年几五周年咁上下咧，嗰阵时加上去。好，诶呢张好似冇喎，又中咗张新嘅。系咧，啊呢张之前冇中过，冇乜印象。呢张系咩？啊人造人，系咪人造人嗰个异象嚟？但系佢跟边张啊？呢、這个系咪跟思路啊？嗰阵时冇乜印象，我真系全应该都系跟思路篇。是但啦，反正想要嗰张都中 Q 咗，加埋张大奖额外收获，系啦，三百石系咯。啊，都话咧，上次屙烟成千粒石唔俾我，今次点都要俾翻啲甜头我，系咪先？啊，系咪先啊？公平咁咪先啊？有得必有失，有失就必有得，系咪先？咁之后之后我都真系谂唔到呢只 game 可以出咩，老实讲。啊，漫画佢套嘢未完嘅，有继续出嘅，但系动画我谂佢都系等紧动画。啊！即系你动画唔做，佢又出唔到新角色啊！即系如果佢系跟漫画咁去出，其实佢依家可以出张新达哥，出张自我极意出嚟啊！到时就双极意啊！但系动画嗰阵时又话唔知系咯，嗰阵时系咁话有啲消息，又话唔知边套嘢完咗就做到依家都未做啊！啊，唔知几时啊！啊，动画一路唔出，咁只 game 咪一路冇新角色出啊！之前剧场版系咯，即系野兽饭炒俾咗出埋啦，啊，即系依家就系翻炒咯，啊，不停咁翻炒拖咯，啊，即系唔知拖到几时啊，唔紧要啦，反正只 game 应该都未有咁快玩完住嘅，啊，都仲有好多，即系嗰个货金排行榜都仲系头几名嘅，啊，即系呢只 game 应该都仲可以顶好几年啊，我谂，啊，即系龙珠嗰个人气，啊，即系如果咁啱啊。个营收唔系好掂嘅，啊嗱嗱声出过两张新嘅合体融合就 OK 噶啦，啊过之但系被接待啊，两个招牌摇钱树，啊或者极意五啊，啊或者啊深蓝达咁啊，啊或者啊悟空比达组合咁啊合体啊，总之合体融合，啊到时个营收又会排第一嘅，啊咁今集就啊聊到先啦吓，咁啊下次再见系咁，先。